干嘛呢？喝酒请上爷管。闭嘴！不跳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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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定！搞定！搞定什么？我犯了法了吗？我带回去坚决不成吗？进监狱你还差点意思，就你们这类人啊，您搁外的，啊想跳楼的，都得上这儿瞧瞧病来。这什么地方？没瞅见？心理咨询中心。 我心里没问题啊，走吧，爷们儿。朱大夫，这什么地方啊？安检站。朱大夫，姑娘吗？上边有推油。朱大夫，哎，刘警官，哎，又给你带来一位，啊，强子吧？认识。 啊，我们是老街坊，好多年前的事儿。没事，您去，打住，爷们儿，上里边等着去，赶紧的。这位爷，证券公司大楼上要往下跳，病得不轻，好好开吧开吧。啊，那是什么原因？股票跌了呗，告诉他不能喝别喝，啊。哎，上回那哥们儿聊完了，效果不错，管事儿，管事儿。哎，哎。 得空，咱俩也聊聊吧。你要有问题儿，老子睡不着觉。谢谢了，朱大夫。啊，没事儿。手怎么了？五个。手指头不都是五个吗？跌停板五个。 四连一，想得到吗？外边天不错呀。不是天气，是股市啊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强子，股市啊，我不太懂，但我起码可以给你看看病。不用问了，没问题，只是想解脱跳楼而已。就不能喝？就这么一口？一口也不行。 酒会让你越来越糊涂。其实人一辈子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？整整五万没了，这就是我一辈子辛辛苦苦赚我的钱全没了。这我能理解。股票我没玩过，可是我玩过麻将，赌博啊，输赢都很正常。哎，你要搞清楚。 我是炒股，不是赌博，明白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炒股呢是价值投资啊，你不懂。你没看电视，这不跟打麻将拉在一块呢？股盲。我是股盲。你看，你今天跳楼了，明天股市呢涨起来了，怎么办？那不冤死了吗？吸气，抬至胸前。 反掌向上，眼睛盯着你的手背，向上伸展你的手臂，呼气，向前向下。 向前方，好，重心在两腿中间。我们现在还原做法方向。
哎，啊，我都叫你三遍了，你干嘛要炒股啊？你知道我碰了谁了吗？我们的邻居强子，炒股炒赔了，想跳楼。嘿，都病得不轻。林老师，下班了。啊，你每天一个人在这练挺用功的。反正回家也是练，倒不如在这里练呢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那个时候，他就租住在我们家楼下的那个小房子里。没事的时候，我就爱站在阳台往下看。我常常能看见他白天出去的时候还挺神气的，可是晚上回来啊就鼻青脸肿的。我当时觉得这人好奇怪哦，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架要打呀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拳击陪练，挨揍就是他的工作。他的年纪比你大很多吧？我喜欢和比我大的人相处，他很可爱，和他在一起，我的厌食症也好了很多。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。那天早上醒来，他就不见了，人间蒸发了。到现在我都没有想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。他很爱我的，我相信他很爱你。记得你上次说的吧，他好像经济来源不是很稳定，有时候还要靠你的接济。我不在乎，每次都是我主动拿钱出来的。正是因为你的主动，时间长了，这可能就会伤害一个做男人的自尊。再加上你的父母亲也并不太喜欢他，这些呢都会让和你在一起的男人会产生很多的压力。当他承受不了这个压力的时候，他选择离开呢就是很可能的。谢谢。别难过了，这些都不是你的错。林老师，你看，我要是早到一分钟，我就看不到你；你要是晚到一分钟，你也看不到我。你看，是不是有缘分？好，嘿嘿。哎，
就是他，你看看。哎呦，不行，得删了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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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！我明天删好不好？你让我保留一个晚上。谢谢。嗯。说真的，你每天除了练哑铃，还练什么别的呀？锻炼身体啊！真的，我锻炼身体是为了工作。怎么说？ 我是打拳的，田径运动员，难怪。不是运动员，我是当陪练的。陪练？嗯。那你水平很高啊。我以前得过几个名次，后来脑袋被打坏了，反应慢了，我就退出了。哎呀，想当年，那最后一站可是轰轰烈烈的，那号称长江小白龙的左一拳右一拳打得我惊天地泣鬼神。 而且把我两个眼珠都打在一起了，真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啊，看到吗？哎，嗯，哎，别说，我现在当陪练了，可是一把好手哦。我很多好兄弟现在也当了教练了，他们每周都给我找活，起码一两次。那你是怎么陪练？就只允许别人打我，我不能打别人。 那很惨啊！还不是为了生活。可我觉得你可以改行啊！改行？啊！我觉得现在挺好的，我到处去，自由自在，海阔天空，没人管我。那倒也是。大不如这样，我下次陪练的时候啊，带你去看看。啊，好，改天吧。我今天有事儿，先走了。 哦，这谁呀？深更半夜的。管他呢！哎，会不会是你儿？谁呀？ 啊，深更半夜的我不去。你是不是在叫公粮啊？叫什么公粮？我在打球呢。还有李飞，那我们就改到下礼拜吧。好的，给他解释一下。好的。周大夫，你太有才了！又出什么事儿了？神医呀，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心理医生。我怎么了？ 上一次你一点五，我想通了，果然炒股就是赌博，股市就是赌场。这可不是我的意思。听这话，你是不是挣钱了？何止赚钱？哎，你上次不把本儿都输光了吗？哎呀，我把我唯一的一个奢侈品给他房子啊抵押了，赌场就是这样子，真是胆大了。老兄，那你现在住在哪儿？ 孤家寡人一个人没有关系嘛，先搬回去给老梁住上一块，赚了钱了买一个新的大的。我听的怎么这么不靠谱啊？这可不是我的意思啊！哎呀，朱大夫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，真是胆大的。 没事儿，练瑜伽呢。上班练瑜伽，回家还练瑜伽。那我不练瑜伽干嘛呀？爸爸好吗？你爸爸好，他每天忙的我都见不着人了，快。不会吧？你好吗，孩子？嗯，还好。妈，我想换慕尼黑大学。你怎么在那好好的，又要换学校啊？别胡思乱想了啊！ 安心在那上学吧啊！嗯，再说吧。妈，祝你和老爸结婚纪念日快乐。嗯。
你还记得我们结婚纪念日啊？当然记得，你忘了？我没忘。我估计你爸忘了吧？不会吧？嗯。我以为你睡着了。女儿来电话了。哦，她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他来电话是祝贺。祝贺？嗯，今天。什么？咱俩的结婚纪念日啊。哈，忘了。诊所的事儿都把我忙晕了。嗯。我以前以为西正哥肯定会学考古或者历史呢。是，可是建筑学和这些也有关系啊。真的？妈妈，他妈哭了。谁呀？揍你妈！这孩子一会儿揍你，让看着。不查，你说把录单子拿上，录单。妈妈，他妈的。朱大夫哦，我是溜进来的。坐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休息了。哎，我不是来看病的，我一到你这儿来啊，胃口就特别好。我买了两盒。啊，我吃够了。好香哦。你爱你老婆吗？怎么说呢？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，和你们不一样。你的回答和我想的一样。真不希望自己变老。你还早着呢。你的。厌食症好些了吗？好好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！我一定会给你治好的。你已经很好了，我不是厌食，我怀孕了。我一定要找到他。
小子，强子，哎，买辆新车。二嫂呢？看来最近是不是大盘不错呀？来的，谢谢你。哎，上来坐了一段。哎，不不不，我到家了。啊，就住这儿。哦，还挺漂亮啊。有空来看看小子啊。好，回头见。好，有空来玩。林老师，这些天都没见到你。我最近到外地去陪练了。脸怎么了？这次被打惨了。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换一个正常一点的工作。我最近心情搞得很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两天想的都是你。是吗？林老师，干什么呀？回来有点早啊。我出去转了转。不回来做饭也不说一声。你真把我当保姆了。者挖走，于是做了三座坟，对不对？对，非常正确。你的记性真不错。我以前以为西正哥肯定会选。有多少个字母？28个。地名正音一共有28次。长大了，我也不会搭理像你这样的老头的。什么？饶了我吧！我再长个子不般配，就不能跟西正哥约会了。谁愿意？不是今生之事。这滴酒不能证明他到底有还是没的，就算他有，我娘76了，投胎转世也只有6岁，怎么可能是夏公庸？老弟，你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。
朱哥，朱哥，快点啊！强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绿啊，全是绿啊！什么绿了？全绿了，这回我惨了。怎么了？大盘呢？暴跌呀！赌没了，现在没地方去了。乡亲，你还是个好人。你不是住在你母亲那儿吗？哎呀，我母亲知道我把房子压了，不让我把我赶出来了。强子，其实你啊，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就是啊，都怪我，当时没有听你的话。朱大夫，请签个字。朱哥，我不管了，反正我死活都不离开你了啊！哎，晚上我可以睡在这儿啊？这个不行啊！我们这规定，下班以后大门上锁，任何人不能留宿。那怎么办呢？做梦了吧？睡觉，睡觉。明天再说吧，我困死了。你回去把这本书看一下，我们再约个时间见个面。要不就下个礼拜一下午怎么样？行，谢谢。下一个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跟你谈谈。我这是工作时间。我特意挂了你的号。你不是心理医生吗？我想让你给我看看。开玩笑，你有什么病呢？咱们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？有些话在家里张不开口，而且也没机会说。到底怎么了嘛？自从婷婷出国以后，我们之间突然没有话说了。我每天就像一个人在过，自己跟自己，你不觉得吗？
我每天不是都回家吗？可是你每天工作多长时间？你跟我在一起多长时间？我们的关系已经名存实亡，我们还算夫妻吗？你以为我们还年轻啊？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婷婷的前途，我每天都要工作。你说的都对，但是我需要跟你说话。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会被憋死的。说话，你知道我一天要说多少话吗？啊，我要跟不同的病人进行心理辅导。所以呢？所以我头都大了。你知道什么叫老公吗？老公，老公就是公主要干活，这个人就叫老公。你以为我每天不干活？哎，别在这没事找事了，好不好？我不找事儿，你陪你的病人吧。这样的日子我也不想过了。我已经想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俩各过各的，谁也别管谁。生活自理，卧室归我，书房归你，客厅、厨房两人共用。上面这层是我的东西，下边这层是你的，你弄错了。想不到啊，混了20多年，混到沙发上了。你要是觉得这样不合理啊，我可以睡沙发，你睡床。嗯，那非常合理。哎，商量一下，如果我晚上有点什么想法，串个门行吗？没事，你。算了，是不是太对不起？多少钱啊？105毛。我来吧。不用，我有急事儿。喂，你放个排队去吧。排队交款干嘛呢你？我们是一块儿的。脸皮真的厚。
干嘛呢？嫂子，厨房在哪？啊！哇，那么大，比我卧室还大。周干。啊。我有点饿。那我们出去吃点东西吧。好主意，走。哎，你是嫂子，强子，老邻居。哦，那个卖煎饼果子那强子是吗？不要提了，赚那些小钱扔到股市去了，都亏了。不要提了。这么多年没见，你们都挺好的吧？还好还好，能样子。哦。但是我这次见你们两位，好像变了。变了。嗯。怎么变了？我觉得你们变年轻了，你看，尤其是嫂子，好像小姑娘一样的。你看你说的。强子饿了，我们请他出去吃点东西吧。不用了，你看菜都买了，就在家里吃吧，都自己人，不要见外啊。那我把这先放厨房，你们慢慢聊啊。你这些人就是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嘛，老在外面吃那些油菜对身体不好的。钱回头我补给你。就算你给我钱，我买的就一个人的菜，我也做不出来一桌啊。哎，这次钱是平板的，那怎么办？你问我。想请毛委员指定呢。哎，我怎么可以指定呢？这是你们工农兵会议的权利吗？我们的红色政权是靠武装支撑的。哎，你把他叫醒让他回家呀。他今晚不回去了。为什么？他没地儿住了。你也闹来的吧？他真的没地儿住了。那他睡沙发，你睡哪儿啊？这么大的家，我哪儿不能凑合一宿啊？麻烦拿条浴巾。哟，
伤，一开心我就忘了打电话。不行，你必须得打电话告诉我你在哪儿。好，好，我就答应你，我下一次到了那边，我就把我住哪里、电话几号，我连一都给你，好不好？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？你不相信我，连相信谁呢？我就是不相信你。你就相信我，你当初不是这样。你往哪儿走？不许走！我也不晓得怎么跟你说了。你哪儿都不许走，你必须今天得说清楚，听到没有？你必须得说清楚，你得对我负责。好了，那以后我去到哪里，我住哪里，我打电话告诉你，我住几号房，电话几号，好不好？我要不要画一张地图给你啊？要。好，画一张地图给你，好吧？赚钱的事我去负责，你就别想那么多了，行不行？喂，哦，你明天晚上再给我打电话吧，我现在有点事儿啊，好吗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明天吧。啊，好，嗯，好，再见。我终于撞上他了，他就在前面。当外人啊！哎，叫你什么外啊？哎，我去买了靴子，好听吗？你这不回家，你老妈不着急吗？我不敢回去啊，这个股票一天不涨，我坚决不回去。哎，嫂子，你也开这么大声，一会儿邻居该不高兴。嫂子，要吃面吗？啊，不用不用，我已经吃过了。这个我来弄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这个就是我弄的，我来。来来来，来，五块，五块，五块啊！好吧，上吧，搞定。林霄同志啊，今晚我睡哪儿啊？这张床都是你的。你在干嘛呢？我收拾完东西就去我妈那儿。不，我住外边。不用，我待在这家里有些闹心。哎，强子住不了几天就走了。那就等他走了再说呗。如何复兴天下的悠悠之风？
如果你们吵架，因为我明天就搬走。和你没关系。那惨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惨还是我惨？差不多嘛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两样东西是要不得的，要么就输钱，要么就输女人。我们两个是各占一半。我没有女人吗？我没有输这个。我还没到那个份儿上。你看，结婚的时候吧，女人都会想和这个男人一直要走下去。嗯。我们男人呢，都会想干好事业，让女人过得更舒服一点。当然了。可是，你真的想让她过得更好的时候，也有了这个能力了，她又受不了你了。唉，那真他妈的惨了。主管，我陪你喝。今天晚上我陪你喝个痛快的。我去拿威士忌，我去你家里业务。哎，强子，强子，有啊，我有很多瓶啊。实在抱歉，我来太晚了。不晚。但是如果你再来的晚一点的话，我就会把这家店给吃光喝光了。哎，其实我没想到你会来。约了那么多次，我觉得不来太不礼貌了。其实你不来也没关系。你找我有事儿吗？我说了你别走啊。其实没事，我就看你这两天心情不好，我就想带你出来散散心。我还好。能不能说说你老公到底做什么？心理医生。心理医生？哦，我那你们这家人的心理一定很健康。还好吧。算了，不说这个。我下午啊有一场陪练，想带你去看看。算了吧。哎，是上一次你说要看我挨揍的。你挨揍有什么可看的？让你散心啊。淘淘，我已经等你半天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的车在放这儿？我什么都知道。你怎么样了？好些了吗？我已经打听到他的住处了，你啊一定要陪我一起去。哎呀，按照规定，我们是不能私自和病人一块儿出去的。我付费，你就当给我做治疗。倒不是那个意思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我和你一块去呢？你知道我没有知心朋友的，我有些害怕。不过你不用上楼，你只要坐在车里，我心里就踏实多了。我倒是很愿意帮你这个忙。如果他愿意的话，我愿意一块儿给你们做心理辅导。谢谢朱大夫。我从来不敢看拳击，我觉得太吓人了。这个算好的了，你妈跟我说泰拳，泰拳啊，全都用手肘、膝盖、
攻击你身体的要害，那才够机灵。这家伙是不是挺厉害？得过些名次。但是今天你来了，我就好好表现一下，让他知道谁来陪谁。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能让他受伤，千万不能让他受伤，听到没有？好，来一次。预备，开！注意底下步伐。他现在家里没人，我们私等。停停停！你刚才的合同呢？可以做延迟，一定要跟到对方前一进，啪啪，跟进去了，好不好？组合拳嘛，就像这么，啪啪，棒！明白了吗？哎。再来一次啊！好，行吧，好，好，预备，开！见了他之后第一面，你想跟他说什么？我要告诉他，我想他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要跟他说，我怀孕了，我想跟他结婚。实在看不下去了。来了，最近怎么了？不在状态啊？下回再试试，我可真扣你钱了。来，签个到了。谢了。嗯。怎么样？今天晚上可以请你吃大餐了吧？不用了，你还是回家休息吧。就这里，谢谢。再见。哎，等等。好不容易送我回来，倒不如上去坐坐吧。
喝点饮料。谢谢。哦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才是看你位置空了，我才一不留神被他打了两拳。我平时不是这么容易被打到的。去年啊，我被打了脑震荡，好不容易好了，我看现在又来了。那你应该到医院去看一看啊。不用，反正就这样吧，有你就好了。你怎么在发抖？我有点紧张。你别这样，我是有家有丈夫有孩子的人。我知道，可是你不快乐。你怎么知道我不快乐？我当然看得出来。觉得一个20多年的家庭是那么容易就散的吗？我没要你散了。我喜欢你的热情，你的幽默。你说的对，我的家庭生活很平淡，有时候甚至很无聊。可我已经是这个岁数的人了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别怪我，我得回家了。干嘛去了？没干什么。我问你干嘛去了？我跟你说没干什么。你到底干嘛去了？你管不着你。我告诉你，咱们俩人之间可是有约定的，谁管不着谁。什么约定啊？我告诉你，在法律上我们还是夫妻。夫妻怎么了？夫妻。你今天不说清楚，你就别想进这个门。哼，我上去收拾东西。去哪儿？你懂不懂？你干嘛去？请问离婚在哪儿办？要您往那边走。哦，对了。左边是结婚的，右边是离婚的，请您到后边排队。谢谢。Thank you.
婚证。哦，我们是来办离婚的。是离婚，离婚也需要结婚证。我们没带啊。那办不了。那我们回去找找。万一要找不着了呢？连这都丢啊？你想，我们结婚都快20年了。又搬了那么多次家，没有结婚证，这婚你们离不了。那我们万一要真找不着了怎么办？那没办法。还有一个办法，到你们当年领证的地方补办一个，离婚也要结婚证，没有结婚证，这婚你们离不了。过了这么多年了，这个结婚证倒没有。过了大半辈子了，还要去领结婚证，而且还是为了离婚。过了几年就慢慢习惯。大爷，这儿以前有个结婚登记处是吧？是有一个，往前啊左拐啊，不过好像搬家了。离这儿有点像。停停停！这好像就是旁边那照相馆。就应该是这儿了。我觉得登记处就应该离这儿不远了。这都变成这样了。对，就是这儿。我们就是从这个顺着这个楼梯上去，后来到了二楼那个小过道，完了过道边上那个小照相室。你还记得当时咱俩拍照的时候？当然记得了。那个时候你特别喜欢笑，一笑呢，眼睛就眯成一个小缝。后来害得摄影师啊连拍了5次。那时候你不爱说话。后来差2毛钱吗？我当然记得了，第二天是我送来的。那时候咱俩真年轻。
想知道你是否还是一样，有没有学会比较坚强，你快乐的背后有失望，你何曾在意，当时我也是这样被你伤。想明白为何对我那么冷淡，若回来故事会不会是这样，明知道你不会再回头看，我还是一直以为，一直以为有希望。像疯了一样，越想你就越心伤，我多么爱你却难逃你的魔掌。像疯缺少了安全感，你让我多么难堪，却还是一样把我伤。想明白为何对我那么冷淡，有回来故事会不会是这样，明知道你不会再回头看，我还是一直以为，一直以为有希望。像疯了一样，越想你就越心伤，像疯了一样，越想你就越心伤，我多么